从电脑萤幕走到粉丝见面会，日本 AV 女团一出场就相当有诚意。三点式内衣频频挤沟倒奶，吐舌撅臀放送香吻，能够亲眼见到心中的女神上原雅一、白石茉莉奈、凑力九、天使萌和彩美寻果，让台下男性粉丝兴奋到发出有如狼嚎的嘶吼声。台湾的皆さん元気ですか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ごい、皆さんが元気なので私も元気をもら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、谢谢，我爱你们。成员中的彩美寻果、上原雅一和白石茉莉奈都曾来过台湾，其中具有人气身份的白石茉莉奈更成为焦点。他们也不忘带来一段劲歌热舞，抖动那娇嫩又白皙的酥胸。女神说什么，宅男粉丝全都举手抢着互动，就连问到喜欢男人什么地方，还有女优回答喜欢男生的体臭味。西蒙酒对吧？啊，一个我感冒了，怎么了？西蒙酒，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。じゃあ連れてってください。还有谁要带他去西门町一下？哇！啊，好，等下包一台车去哈，等下报名一下，包一台车去啊。耶稣乐圈中心特别报道。